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朱一龙。感谢2021腾讯娱乐白皮书授予我年度实力电视剧演员荣誉。我很开心，在过去的一年，《叛逆者》受到了各位观众的喜欢。如果让我对林南生这个角色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，我觉得是挑战。因为要跟随林南生走过几个不同的阶段，然后去感受他每个阶段的成长和改变。2022，我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虎虎生风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在深流时代做不息的浪花。